美东哥已经见过你几次？哇，还是有很多，还是有很多哥哥、叔叔、阿姨没有看过我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人没有看过呀！哇，真的这个扣一和二，我二的，我真的这个一丝没理解，是和小芳说的一样，是看过，然后忘记长什么样了吗？哥哥、叔叔、阿姨们，谢谢送的这个粉丝灯牌，哥哥、叔叔、阿姨们，谢谢这个秀祥姐姐送的粉丝灯牌。哇，还有潘姐姐姐也给我送，那你们想不我这想？边还有那个潘哦，还有姐。这个潘姐姐姐还是叔叔哥哥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哈，粉丝灯牌的话可以给我那涨人气了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看？想看的话扣个六，我就对像这个吴翔这是姐姐说的一样，我就登场吧。对，想要哈哈，看帅哥的话，哦，也要有一点仪式感，是不是啊？是扣一一个。个六，全屏扣六嘛，是一然个叔后叔是吧？好帅的，哥。是个潘姐叔叔，谢谢潘姐叔叔，还谢谢这个陈婆婆有送的粉丝灯牌，是看过了还想看，哦，一二就是看过了还想看的是吧？哇，你们都想看呀？你是焦薇的表哥吗？好，闪亮登场，那是我的，就登场了哈，哥哥也叔叔阿姨们，来，哇，怎么这样一说反而更紧张了？我平时自己这样出来就不紧张，姑姑都一直在那里笑，对，看，特别是姑姑一直在那盯着笑。我平时这样出来我就不紧张，现在突然说哦登场，我就感觉要做什么事一样的，我就好来，紧张。站哥也起是来刷一登门，场，站起来登场，站起来啊！闪亮登场。不是这样子吗？闪亮登场不是这样子站起来登场的吗？好吧，那我就站起来吧。谢谢哥姐说嘛，你们说站还是站坐嘛？站起来登场还是坐着登场？哥姐是刷吗？对，你说站起来登场还是坐起来登场？啊，不要说登场了，这个好正式啊，就说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也没事儿，都没事是吧？坐站，没事儿的，哥哥也叔叔阿姨们，我年轻没事儿的，欢迎小东靓仔出场，靓闪亮仔，登场，然后唱一首歌，哈哈。哦，这可以哦，这可以没有，哦，姑姑是不是？站一会儿是吧？那是好，的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就出来了，我就站出来了。来了，我腾一下位置哈，哦，我我好腾一紧下位置，张，我腾一我下这位样反置，而更紧张。来，我腾一下位置，啊，出来了，哥哥也是刷一门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哥也是刷一门。帅哥。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一直以来的，就是对小芳和对小东的支持，就是喜欢和哥姐是关注。帅吗？谢帅不谢。帅？帅的话打个帅，不帅的话打个不帅。你俩长得好像，谁呀？我俩我们长两个得长得像，你过来，我们坐怎在么一可起。能？人家东哥这么帅的，我我们怎坐么？在一起看一下嘛。没事儿，你挨着我坐一下嘛。看他还摇头，哥也是刷一门。你们说我和小芳挨着，给你们坐着，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扣个六，哥也是刷一为什门。么要挨着坐给他们看呀？看一下有没有夫妻相，对不对？哥也是刷一门。什么夫妻相呀？看，都说有夫妻相了。没有夫妻相，哪里有夫妻相呀？让我和小芳坐在一起，坐在一起好不好？看他们都扣六了，快点。没有人扣六啊，哪里人扣六了？哇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再帮我扣一下六，再帮小东子扣一下六，好不好？让就是小芳看一下。那是九吧，不是六。小黄哪位？啊，那是九吗？那是九呀，你看吧，真的像。你看，都是公屏上都是六了。哇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你们，来让姑姑看嘛，哥哥姑姑，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六不要停下来，公屏上的六不要停下姑姑，来。你来看，这是六还是九？你来看嘛，两三个六，这个了。报一个呀，啊，什么这个的？报就不报了吧。姑姑，没事，你过来看一下吧。你看都是六。小伙子算计点，你来。你看小芳都给你们亮灯牌了，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啊不，这怎么？你看全是六。是六还是九呀，姑姑？六呀。我怎么感觉我和姑姑长得还哦，比较像呢？我觉得脸型好像呀，对啊，都是瓜子脸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我和姑姑像不像？
真的，现在这样做，现在这样坐在一起，怎么这么像啊？小芳都要笑惨了。姑姑咋变漂亮的了？姑姑一直在，姑姑一直都漂亮的。姑姑好高兴，小姑姑，那我和小芳坐在一起，给哥哥姐叔叔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是吧？嗯，我也高兴。快点，快点，小芳，快点，挨着我坐，你看。我跟小芳更像，是不是？哎，快点，挨着。不不不，不小心，不好意思。没事的。哪里像呀？再靠近一点点。你看我的脸这么大，他的脸这么小。再靠近一点点。什么？不用靠近。你往那边一点。往那边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靠近一点好不好？靠近一点。你往那边一点点。好，那我就过去了。好了吗？我这样。你怎么？哦。你不是叫我过去一点吗？我说过去一点点，我没有说过去这么多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让小芳我们两个再靠近一点好不好？你看他们都说小芳大方一点。好不好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已经靠得很近了，你看。靠的已经靠在一起了。嗯，啊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夫妻相？有夫妻相的话，打个有好不好？有夫妻相的话，打个有。没有，哪里像了？你看一点都不像。男同志向女同志靠近一点，女同志也向男同志靠近一点。哇，都有是吧？天生一对。哇，全是有啊！姑姑，你坐俺俺你了，姑姑你坐后面嘛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咋不跟我也说？姑姑你坐后面嘛。嗯。我都有点胖。那你就是。啊你。你说。姑姑说的是教我们两个就一直这样挨着坐。姑姑你。肩膀靠肩膀啊，哥也是说一遍。我怎么感觉我的肩膀那么高？你看，可能是因为你高呀，摆凳的原因吗？小姐姐，三角恋是什么？三角恋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哪里有什么三角恋？嗯，对，靠一下过来，靠一过来拍个照。玩不的那边，一红一女，一红一绿，天生一对。哇，我们这对啊，这个衣服你看穿的都是一红一绿的，小东抱着小芳。是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姑姑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家人们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姑姑你说他说什么你听没有听到吗？可以，一前一后。可以吗？家里可以什么呀？家里生活吗？哎呀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可不可以？姑姑退后，姑姑是灯泡。我觉得姑姑比这个小芳的这个补光灯的这个光线还要亮，对不对？哇，都可以，来抱一个啊。姑姑还在后面呢，你说什么呀？姑姑还在后面呢。你要几点？小芳，小东抱着小，可以抱一下，那就抱一下嘛，就一下下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好不好？就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不是。这小伙子不错，不是装的。没有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放心，没有的。小芳是个好女孩，小芳也是个心底大，太好了，对。姑姑思想很开放的，对，抱一个，哇，都说好哎。这样子不好。姑姑回房吧，姑姑你走开一点。不走开可以。咱俩寝室好。大方点，现在好现实，美女，对，姑姑大方。啊不。哇，姑姑你坐着。你一走，小朋友紧张了。啊，你坐着，那我也走了。哎，你坐着，姑姑过来。哎，我来了。咦，下房嘛，要我老师。小芳，他们说叫你再过来一点。嗯，我已经过来了呀。你姑姑，你不要推我嘛，都跟你往那边一点，太挤了。抱一个好不好？就，友情的拥抱。那我们就听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的，我们都给你们亮灯牌加人气，你们抱一个。可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小芳靠上去，你看他们都说好。那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就你们都跟小芳说一下，我们就来个友情的拥抱好不好？友情的拥抱。小芳长得很像姑姑，对。小芳很有福气。嗯，好凶啊。小芳很有福气，能娶到一定很幸福的。对，小芳很有福气。哇，你看小芳他们都说好。
应该要多听一点哥哥姐叔叔阿姨的，他们不会害你的。天气变凉，对啊，哎呀，我好冷啊，我有点冷。冷吗？对，已经都老山出来了。冷的话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东哥他说他有点冷，我去给他找个衣服吧。嗯，不要。我去给他找一件衣服来穿。不要。抱说有点冷吗？抱一个就好了的。我把我衣服。不是，你不用脱，不用脱，没事的，拍照了。哥哥姐叔叔阿姨，我有点冷，让小芳抱一下我好不好？啊，真的有点冷。那我去给你。没事的，没事，你坐，没事，你坐。我去给你烧火吧。刚才这个和平都说的对，拥抱一下就暖和了，抱抱就好了，抱抱。哎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全屏把抱抱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麻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不要打哥姐叔叔。希望你这个是夫妻的抱抱，我也希望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什么夫妻啊？不是夫妻，哪里是夫妻？小芳是最好的衣服，对，小芳是最好的衣服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我不是衣服呀，我是男人主。你看，他们都说拥抱，他们都说抱抱。我是人，我不是衣服。小芳不要害羞，东哥很有担当，小芳能有依靠，东哥是个靠谱的，好不好嘛？就听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的，你看他们就一直等着想看一下呢，而且又没有什么，姑姑也在，就是一个友情的拥抱。这样子不好啊，这样我有点害羞。没事的，友情的拥抱，对不对？姑姑而且姑姑姑姑。而且姑姑还在。那你问姑姑，姑姑，小芳我们两个拥抱一个可不可以？就是友情的拥抱。可以，我说可以。哎，小芳你这个老时刻了。姑姑你干什么？你姑姑你干什么呀？你真的是。对，这个稍等一下说的对。你要站到我这边。一个拥抱，一声承诺。你要站到他那边，站到我这边，你说不可以。嗯。抱抱嘉文，你看哥哥姐叔叔他们都说抱抱了。加温，那我给你拿衣服加温嘛？你就是我最好的衣服了。我不可能一直抱着你，是不是嘛？我没事，就抱一下就好了。你看，友情的拥抱可以。小芳是人体取暖器。我不可能一直抱着东哥呀，哥姐。就抱一下好不好？哥哥也说出来了，就抱一下。抱一下你怎么可能取暖呀？你们说什么呀？抱一下怎么可能能取暖呀？嗯，姑姑说什么？姑姑说可以抱，没说，姑姑没有说可以抱呀。姑姑对不对？你没有说是不是？可不可以抱姑姑？没有说是不是？大的没有说可以抱。可以不？你说什么？不可以抱？哎呀，这对，抱了再拿衣服。他们说，不能抱。姑姑都同意了，小芳抱抱哥。姑姑思想挺开放的。对，哪怕是一秒钟都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真理叔叔都说了。老婆嘛，这个不行，快点这个嘛。姑姑说，小芳赖抱别人不行，抱我就可以。是的。抱一下暖到心里，对，心里暖了，我觉得身体上就不会冷的，只要心灵暖了。这里有人，你看我直播间现在有几千个人，还有我姑姑在，我怎么？直播间现在2000多个人。抱一下就暖，这些对啊。抱一下温度就急剧升起，对呀、啊，哥也是说的。我还是给东哥烧火吧。没事，你坐，快点坐来呀，快点。我给你烧火吗？没事的，拥抱对身体有好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哥哥姐叔叔阿姨们都知道，东哥抱小芳，让我来抱他吧，我觉得小芳有点害羞。嗯，他走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他害羞。他害羞，他走了，哥也摔门。小东要主动点，那哥也说摔门，等他来了，我抱他好不好？我就抱他一下，就一下下。都是你的家人，你怕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都是你的家人，你怕什么？嗯，不，我姑姑还在那里呢。那姑姑，姑姑，你电话是不是来了？你电话来了，好像。你没来，电话没有来呀、啊，姑姑。你电话来了，你去接个电话吧。接电话，你装嘛。你电话在你手机。你装嘛。姑姑电话来了，姑姑，你去接个电话吧。姑姑电话没有来的嘛。姑姑电话了。哎呀。我不做，你姑姑走了，我也走了。那我也走了。你们俩。那你走啊，我在这里。那我真的走了。嗯。
啊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那我真的走了。嗯。这是谁呀？你们这个女孩子收不收三货？我是第一次。咦，你没收回来啊？对，你们还收不？怎么玩呀？哎，我就说能玩，你们还收不收？杜哥，我们还收不收呀？太晚了。现在啊。嗯。现在。你们帮忙收一下嘛！我在下雨，好不容易走起来的，我也不好背回去了，帮我收了嘛，可以不嘛？阿姨，我屋头还有小娃娃，收不收呀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也快十点了。快十点了，是不是？收完嘛，收完了我好回去。不，你先进来坐嘛，你先进来坐嘛，你找个白凳。这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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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你都淋湿完了。小芳，你给他小芳，你给他找个衣服吧，他快他淋湿完了。我给你找个衣服吧，快去，有点淋湿了。对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没事，我给你找个外套。哎，谢谢你了，妹妹。哇，你这么晚了，怎么才这么晚了才背过来呀？哎呀，小娃娃最近这两天换气了，不舒服得很，我才到街上去说把这些拿出去卖嘛，卖不出去，然后我又听人家说你们在收，所以说想到说拿给你们要不要？哦，你是背你是已经背去街上卖了，然后没卖多少是吧？然后听到有人说小芳在收是吧？对，我背到街上了，卖不出去多少，还剩很多嘛，我就想着碰碰运气，看你们还收不收。嗯，但是现在，哎呀，我真的，你都把我的事打搅了。来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太麻烦你们了。穿这个，好，谢谢。穿上吧，有点。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？你都把我的事打搅了。什么事打搅了呀？没有呀，背到镇上去卖不完，所以从背上来的。都没又没机会报了。哎，那不行啊！我的天，你来的真的太是时候了，这个姐姐，这个妹妹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就是这个姐姐好，你姐姐还是妹妹？我今年29了。29岁了。对。哦，那就应该是姐姐。姐姐了。比我大1岁。嗯，你怎么那么晚才背过来呀？哎，我这个背到街上去卖嘛。卖了一整天也卖不出去多少，然后我就你是不是有点赶那个了？对，最近换季嘛，嗯，有点把东哥的好事搞没了，挺不容易的。然后我背到街上去，早上5点就背到街上去了，然后也卖不出去多少。今天早上5点就出去下去了。对，卖多少吗？哎，没卖，只有1两、2两、2两的。嗯，别人买的不多，嗯，他们需要，然后你就又背过来了。对，我听到别人说你在这儿收，然后我就从街上背回来之后说给你们收不收？你没有休息，你就直接背过来又给我背过来了？没有休息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这个确实哈，先说明天，嗯，就是这个就是姐姐也挺不如意的。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帮这个姐姐？要帮的话，你们打个帮他收。要帮的话，你们打个收，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。对。周姐她说她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拿去镇上去卖了，但是没有卖多少，就卖了几两的卖出去的，就卖了总的你大概卖了多少钱吧？卖了。有不到200吧，连车费。200。对，还有花车费这些都。嗯。车费除下来你就100多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卖了。收拾。